追上去，别让他们逃了。 准备好巢石，快去吧。 臭蛇，给我滚回水里去！伤亡惨重。你好，勇士。时时保持戒备，四面八方都是敌人，要快点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，不然伤亡人数只会越来越多。跟我来，海军总帅就在附近。 接下来的路会充满艰险。感谢圣光，山地司，你活下来了，有什么消息？船队损毁，人员伤亡，十分少兵随时可以行动。愿浪潮带他们回家。幸存的人在前方洞穴集合，他们说其他人被纳迦抓走，要用来进行某种仪式。这样的话，我们要制止对方才行。走。 交给我吧，小心！太简单了，我能挡住他们一阵子。别忘了我。好吧，山地司，你和勇士一起对付前方的纳迦，可以吗？给他们尝点苦头。刚下在前面会合。 即将到来，敌人很快就会发现这个洞穴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只能继续前进了。山地司在这里挡住敌人，一找到安全地点就会通知你。我绝不。
对不会忘记。听见了吗？千万不要放松戒备，我们不知道这里到底有多少只纳迦。等什么？开火！快走，他们发现我们了。本来不太对劲。又是那家。你好，旅行者。不对，我是朝任氏族的首领。欧卡尼，我们有相同的敌人，来，我带你们去安全地点。你找朝任有什么事？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？动身前往礁岩地带的藏身地，来或不来，你们快点决定。可能是陷阱，珍娜，你觉得呢？我们没什么选择，我的直觉告诉我可以相信他们，至少现在没问题。好吧。欧卡尼，麻烦你带路。来吧，我的族人会攻击敌人，我们趁机穿越敌军主力。联盟在潘达利亚的时候受过锦鱼人帮助，那是你们的同胞吗？我们族人被称为安寇恩，很久以前就离开陆地了。上门了，不得不说，你们的登场方式还真是浮夸。好好欣赏纳沙塔尔的美景，这会是你们看过最壮观，也是最后的景色。真的，我们得离开这里。他封住了传送术。请留步，我的王国会让你们宾至如归。我会暂时挡住水流，只要你们能取悦我。是艾萨拉，她说不定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巫女。你们不可能是意外闯入此地，一定是她带你们来的。引我们来的目的是什么？直接淹死我们不是更干脆？这边发生了我们不明白的事情，一定要找出他的目的为何。我的灵魂比刀刃还要锐利，这里有我的氏族保护，尊重我们。看来山迪斯侦查完毕，他把这一群幸存的部队带过来了。葛雷麦恩国王，我们会挡住纳迦。我们前方的路还很长，如果你不控制力量，就会被力量控制。我们不能让世界堕入黑暗。这里以前是夜精灵帝国的中心地带，我感觉到魔法能量线往地底收束。我们可以运用这股潜在能量，建立与波拉勒斯之间的连结。只要小心行事，就不会被艾萨拉发现。艾泽拉斯之心蕴含莫大能量，如果你用来帮我汇聚底下的能量线，我们就有办法打开传送门。就快成功了，完成了，现在你能安全地穿越传送门。
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天空。真正的战斗即将到来。勇士，谢谢你。接下来我们要冷静思考，建立据点。艾泽拉斯正在痛苦哀嚎。勇士，母亲大人有拯救艾泽拉斯的新计划，前往新知识和我们会面。你来了，在你上次离开后，我们把新知识整修了一番。正在存取问候资料库，请快跟勇士说你找到什么。艾泽拉斯星球个体逐渐转变为永久故障。评估，如果能够强化艾泽拉斯之心，或许有机会扭转局势。强化它？怎么做？将足以滋养艾泽拉斯星球个体的魔法精华注入核心之中。参考指标，泰坦看守者过去曾经赋予各大原始龙族守护者的能量。守护巨龙，但他们从死亡之翼手中保护世界，放弃了自己的力量。数据显示，有其他相融精华正在数个地点以不同形态聚集。收集并使用上述精华，才有办法强化艾泽拉斯之心以及其持有者。我们有第一个精华的位置线索。勇士，准备好了吗？污染等级正常。已知即将离开坐标位置高岭，精华信号来源未知。警告，燃烧军团朝高岭进攻了，各处的盟友都遭到恶魔袭击。勇士，你必须指导燃烧军团的核心，才能扭转战局。我也感应到，在高岭深处有异状，就在奈萨里奥巢穴的洞穴。我们来调查一下，纳瓦罗格会直接带我们前往这场骚动的源头。我知道你会来，愿灵魂指引你的道路。精华，我需要靠近你。属于大地，来自地神之源的石灵主，比我担心的还要高。他们对黑龙军团还抱持敌意。我没有目标。石灵主，我是高岭保护者暗角，我们来这里是为了你手上的精华。我认得你，黑龙，你是碎戒者的同族，你不配拥有此等力量。父亲的狂乱没有影响到我，我们希望能用这个精华来捍卫艾泽拉斯。那就挑战我，证明你有足够的力量。
很好，那我们就接受你的挑战。大地会击溃你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大地会击溃你。大地会击溃你。他太远了。这块精华是你的了，完成了。我服侍胡温的后裔，小心行事。我们在新知识碰头，到时候再好好跟你说明这个精华，以及它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。我这一生都在指导大酋长。你好，你要进行实验吗？啊，勇士，你回来了，而且还带了一个牛头人。原来如此，要透过熔炉引出每个精华的力量。愿黑龙军团的力量助你修复这个世界。啊，很高兴遇到不想杀光所有人的黑龙。你叫厄比西昂吧，我是麦格尼同区。你好，代言者麦格尼，我在牛头人形态下的名称叫暗角，正如这个傀儡所说，我是来帮忙的。拿到母亲大人要的精华了吗？奈萨的药曾经被指派来保护艾泽拉斯，现在轮到我来履行这个职责，看管这些精华。暗角，你比我们了解这些精华，我们会很感谢你的指导。污染等级正常。你要进行实验吗？这个世界需要我们，勇士，一定要拯救世界。你找海洋之女有什么事？艾萨拉女王要有落地人来了，他们想要潮石，但我可不会像他们这么蠢，白白拱手让。扎雷莎，你获得潮石的力量了，就用它来消灭那些讨厌的外来者吧。遵命，女王。
是葛冈离丝潮石，它能分开海水一定是因为潮石。只要这个神器在艾萨拉手中，所有人都有危险，它能瞬间淹没纳沙塔尔，绝对不能让它得逞。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解除屏障，抢走潮石。我们不能让世界堕入黑暗。向死者艾萨拉的部队控制着整个纳沙塔尔。艾萨利是邪恶的召唤师，会呼唤浪潮来达成自己的目的。使用虚无黑暗魔法的那群，则是称自己为希拉凯斯。但是赞济尔才是最具威胁性的。在他们的军事要塞里面，潜伏着许多相当强大的力量。目标，艾萨拉，你不能把我丢在这等死，我们说好的。人类，冷静一点，相信你的女王。在你达成使命之前，我不会让你落入他们手中。接下来的路会充满艰辛，我们风暴要塞见。